政治人物也要跟流行。母亲节这天，绿营立委合体挑战16吨，还不忘对镜头发射爱心。想去 Hello Kitty 乐园。哇塞！我也想去，我也想去。有水獭妈妈称号的苏巧慧推出首集网络节目，和自家立委陈培瑜大谈妈妈经，但两人才刚开始就少女心大爆发。不要觉得人家做不好就自己来，对先生跟对小孩都要同样这样。对，而且呢，做完之后，我觉得要鼓励他。母亲节特别计划，国民党则是来个妈妈口头禅，快问快答。功课做完了没？乖乖答答，安静，安静，安静。什么时候要睡觉？洗完澡了没？你有想妈妈吗？不管谁打谁，我都是用连坐法。立委妈妈也是一般人，除了盯课业、盯睡眠，还要问你想我了没？陈金辉还加码爆料 NG 行为。我再也没有出去 party 了，因为有一次我宿醉参加园游会就吐了，变胖了，而且。立委们笑成一团，吐槽变胖可以怪孩子吗？总统蔡英文也晒出爱犬凤梨妹的合照，准总统赖清德手拿康乃馨，露出腼腆笑容。柯文哲则是喊话：“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。”在母亲节这天，祝福全天下最伟大的妈妈们，母亲节快乐！母亲节快乐！三立新闻李正道、屈道云综合报道。